过总统蒋经国晚年居住的七海寓所成立七海文化园区，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开幕典礼，打出尊奖牌，但不止促转会抛出更名要求打脸总统，就连他自个儿提名的阁揆都有意见。蒋经国前总统坚定保台的立场，毫无疑问也是当前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，不会因为独裁者晚年的慈眉善目忘记他过往的满手血腥。蔡总统和他所领导的政府会继续努力促进转型正义。前总统打出经国牌，党内炸锅，新系大佬对抗，脸书开轰，简直莫名其妙，无言以对。既然如此，何必当初还要推动转型正义？蓝营冷眼旁观，痛批这不过又是民进党一场戏，一切只为年底选举。民进党是完全心口不一啊！蔡英文总统，你既然到了现场，不应该随由民进党的人又要改名又要侮辱。那中华民国的这壳借壳上市嘛，一个扮白脸，一个扮黑脸，因为知道蒋经国现在是中华民国国民的最大公约数，选举考量嘛。他是掐头去尾的，中间只截取他一段而已。新潮流系的去骂他，我都高度质疑是唱双簧了。争夺经国牌不止蔡总统出手，台北市长柯文哲更大拉拉表态，特别强调园区成立可是在他任内，今天不做，身为市长未来一定会后悔。对促转会的改名要求同样不以为然，他直言不应该让个人功过成为割裂台湾的理由。选举年朝野大打经国牌，谁是真心，谁又是假意，选民心中有数。记者会王志文台北采访报道。